下面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建筑风格。我们民族非常古老，从穴居到半穴居到地上居，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来我们民族的居住的历史。大概在距今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仍然是在一个半穴居的状态。到了公元前21世纪，就是夏三代开始，我们才开始出现了那个夯土的土墙，开始有了那个木和土的这样的居所。今天的上古的民居，我们仍然可以发掘出来一些，比如河姆渡文明等等，那么都可以看到。虽然至今没有发现比较完整的这个上古民居的出土，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文献上关于上古民居的各种建筑的零部件构件的记载已经很全，和今天已经相差无几，说明了我们民族在建筑文明上的成熟是非常早熟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去看一些上古时期的民居的话，比如大家在西安上学，半坡仰韶文化里头的半坡类型的那个居住区，大家是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些上古民居的这样的一些居住的场所。它基本上是以居住区呢是椭圆形的，而且呢有很多人工的沟壕，因为那是个半穴居的时期，所以呢你会看到呢那个当时原始人那个上古部落是以聚居的方式来共同的生活。他们有的那个一个聚居区有100多所房子，分为5组，其中的有的房子那个已经达到了80多平方。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当时的这个部落的聚居家庭的人数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是一种母系的氏族部落聚居的组织的结构。这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当时的一些半穴居的房子，夯土，并且呢那个往地面底下呢挖进去。今天还有一些留下来的一些凹槽啊，这些能够看到当时的那些部落的房屋的基本的建造。中国的民居后来呢，你们看到的就是那个以木框架结构为主。南京的阅江楼，昆明的祝竹寺，山西的华严寺，还有宏村的徽派建筑，都能代表着中国民居的演变史。中国建筑所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文化的特点呢，就是在我们文化之中崇礼重礼，一切的建筑呢都是遵循礼法的。遵循礼法就讲究这个等级森严，讲究左右对称，所以呢是一种非常讲究均衡对称庄严军旗的这样一种建筑的风格。另外我们中国文化慎终追远，祖先崇拜，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重孝，对祖先的陵墓的修建极为重视。另外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大家族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的建筑都是建筑群？意味着我们是一个五世同堂四世同堂这样的一个大家族的制度。因为这种大家族的制度形成了中国的建筑以建筑群以建筑的这个群落的组合作为我们的基本特征，这是和我们的大家族的生活宗法制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比如大家看到的，这是一套中小型的四合院。这套四合院呢有三进，就是从东南这样一个门厅进去了以后，当头一块照壁，然后呢穿过这样一个廊道以后，我们才能进到第二进。
东厢房、西厢房、正房，正房一般都是家族里头的长老、长辈，地位最高的长辈所居住。东西厢房呢，分别就是家族中的不同的这个子孙所居住。那么客人来了以后住哪里呢？一般客人呢都住在这个倒座房里面，就是最南边的这列房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客位。我们是北半球，北半球太阳从南方来，所以呢我们那个背对着西伯利亚的寒风，面向着阳光，这个位置对于身体的健康，对于整个这个生态人居是最好的、最适宜的一个方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坐北朝南。坐北朝南，南这是最佳的一个方位，那个最优先选择的。所以坐北朝南者为主人，而坐南朝北者自然就是这个家庭里头的客位，是客人。所以呢客人来了以后住哪里？住在这个最南头的倒座房里。一些跨院，还有一些这个边角上的一些小厢房，那么都是家庭里头的孙子辈啊，或者是仆人所居住。非常讲究这样一个辈分，讲究等级。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是一个礼法社会，那么一点辈分都不能乱，一点次序都不能乱。在一套严格的严整的四合院里头，就包含着一个中国的小社会。那么问题又来了，你们会说，既然老师你说要讲中轴对称，要讲这个等级森严，为什么这个门不好好开？这个门要开到边上去，为什么不是正中的南门大开呢？那么其实呢，这就是中国人从来不用十字，我们用九字。为什么？因为到了十，十全十美就意味着这是亢龙有悔，没有发展空间了，我们得退一位，退到九。我们把九看作是最大的数字，留有余地。那么因此中国民间从来不会把门开在南边，因为他们认为要天地君亲师，要有所畏，要有所敬，自己还不能到达直接南门大开的这个坐北朝南的君位。只有天下只有一个人敢那个直接让他的居所是正南开门，就是皇帝。所有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大臣，那么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之外，宅门都是在东南方所开。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一个跟道文化有关的寓意，这个叫紫气东来，是吧？东南这样一个方向是吉祥的，是这个对整个家庭的家道的兴旺，蒸蒸日上，瓜蝶绵绵，子孙福禄，那么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凡事要不要做的那么满，不要那个大门朝南开，这就是完全的用尽了所有的福禄。一定呢要退半格，把门开小一点，朝东南开。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观念，是吧？也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封建文化的那些观念都在建筑上得到了一个缩影，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建筑的一些特点。首先呢，中国的建筑有着丰富多彩的屋顶，最高的等级就是这样的五殿顶。五殿顶因为你们看它的整个设置非常的庄重，一个五殿顶已经是很庄重了，是用在正殿上的一个屋顶。如果是两重的话，到达了最极致。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故宫中的重檐五殿顶。中国的屋顶丰富多样，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四面起翘，最后呢把所有的屋檐线攒到中间，这个叫攒尖顶。攒尖顶让人感觉比较轻松，比较灵动，一般用在公园里面。这个叫重檐歇山顶，也是用在正殿上，也是那个用在那个比较庄重的场合。你看这个大屋顶，它
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美。除了大屋顶是中国建筑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呢，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建筑，活人的居所都是木框架结构。这种木框架结构呢，也就是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榫卯结合、斗拱结合，然后呢，形成了立柱和纵横的梁方之间的一个有机的结合，不用一根钉子，但是彼此呢，嵌合得特别的紧密。那么，因为是立柱和纵横的梁方之间的一进一进的组合，所以呢，古人不用多少平方米，古人用的是多少进多少进，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立柱，那个每一个立柱所围合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有多大。那么最后这一组一组的这个榫方结合，立柱和梁方的结合，最后形成一个坡面。所以呢，为什么中国的建筑是大屋顶？这个大屋顶呢是这样一种木框架的结构的基本构造所带来的，所以呢，必须要有大屋顶来遮盖这些梁方和斗拱。也因此，承重的就是这些立柱，而不是墙。墙壁只起到一个围合的作用，它对于整个屋顶不起到承重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房屋不怕震，地震来了以后。它不光没有被震倒，而且呢越震越结实，墙倒屋不塌。原因就在于墙壁不起到承重的作用，承重的是立柱。中国的建筑就是木框架结构上的千变万化。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特点，就是中国人呐，所谓的外儒内道，在会客的场所。总是呢，像刚才看到的这个歇山顶、五殿顶这样的非常严整的规格，那个森严的法度，中轴线的对称，那个纹丝不乱。可是在中国的，这是前面的居所，是吧？是会客、交友、祭祖所在。但是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了他的后花园里面，那就是完全。是放归自然了，那他回到了一个弯弯曲曲的所在，去真正的在红尘之中去归隐和逍遥。所以呢，中国很多建筑呢是这样子的，它是群落的。我们看，在整个四合院的庭院式的围合里头，是一个组群，这里面呢是沿着纵和横两条线进行布局。然后呢，最后呢，通往到后花园。到它，我们来看一座建筑，一个中国的建筑，不能光看它的一个部分，要看它整体的那个群落，它的组群的布局。走向园林的部分就非常的诗情画意，因为中国的园林是将自然、人造的山水、花木和建筑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柔赏的一个环境。它讲究的是自由的曲折的布局，划分景区。富有民族风情，以及这个对中国人的礼制之下、礼法之下的心灵的放松。我们来看一些中国的古代的建筑，山西乔家大院，你们一看这个结构，是不是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因为它的天井很狭小，然后四面呢都是，东西厢房、正殿、正房，还有这样一个客房。另外呢，在四面都有角楼，角楼上还起到一个军事防御的作用，是有碉堡所在的。为什么是这种格局呢？这完全是一个四面围合、密不透风，一个防御性的一个房屋结构。原因在于，晋商实际上都是常年的在外经商的。他们留在家乡里头的女眷，还有财物，都需要严密的防卫，才能保证他的财产和家人的安全。所以呢，形成了整个房屋的建造都是以，这个防御，以
这样一个准军事化的这样一种高壁深垒来保证对财产和家人的庇护。北京天坛祈年殿，你们来看一下它的建筑的布局。我们不是要研究中国的建筑布局吗？是一个组群的一个组合。它呢，整个有意思的地方呢，在于它的不同建筑之间的一种搭配和组合。比如你们看，整个天坛的用地是一个方形，在这个方形的用地上呢，它去做了圆形的建筑，祈年殿。祈年殿用蓝色的琉璃瓦来表明，这是对天在祈祷，它代表了天的标志。它的那个建筑的屋顶，就是刚才大家看到，我也说到的这个叫攒尖顶。它的最后所有的四面的眼角线是围拢到中间的一点，金灿灿的，形成了对太阳、对天空的一种信仰。圆和方形成了有意思的组合，来象征中国文化里头的天圆地方。我们再来看北京故宫的整体的布局，它分为前朝后寝，也就是说前面的三大殿是属于文武百官，这个君王，这个临朝理政以及文武百官罗列入朝，这个是一个森严法度的国家的一个理事理政的机构。当然，另外呢，它有后面的三部分，三进，就是呢，形成了是皇帝和妃嫔的这个散朝之后的家居，所以呢，它相对后面来说，那个前后的整个布局不太一样，就是它的功能划分不一样。前面呢是一个社会角色，后面呢相对来说是个人角色。在表达这些建筑的形制和布局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一种术数的倾向，学术的术，数字的数，就是对数字中的奥秘的迷恋，特别充分的表现出来。你会发现它大量的用到九这个数字，以及九的倍数，用到四，很多用到四的。为什么呢？四象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时，春夏秋冬是吧？那个用到28这样的数字，因为28对应的是天上的28星宿。另外用到7这个数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北半球，举头可见天空中最有特色的一个星群就是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在中国文化里头一直认为代表了天下之权柄。北斗分为斗勺和这个斗柄，当斗柄所指向东的时候，天下皆春；指向南的时候，天下皆夏；指向西的时候，天下皆秋；指向北的时候，天下皆冬。所以呢，我们中国文化里头对于七的这个数字的迷恋和崇拜，来自于北斗七星的崇拜。这些都在建筑中可以被体现出来。活人的居所都是木框架结构，而中国的死亡艺术就是这些陵墓，大部分呢都是用到石材来建造。比如你们看到的，今天去嵩山少林寺会发现有一个塔林，塔林里头是历代高僧最后圆寂之后的这个墓葬，它是以塔葬的方式来完成的。还有今天去北京看明十三陵，那一道一道的石牌坊、神道、碑亭，这些呢都是以石头来雕刻和建造的。传统的中国的建筑，它分为三部分。首先呢，就是通过立柱和梁方之间的组合，构成了中国的房屋的内部围合结构。那么对它进行一个四面的围合，就是这些墙，对立柱和梁方结合以后产生的那个坡面来进行遮盖，产生了大屋顶。最后呢，因为是木框架结构嘛，所以呢比较容易，如果说你不夯土变成一个高台的话，
木框架结构很容易被这个朽掉，所以呢，一般中国的建筑都要夯土，先呢有一个很高的台基，在台基上再去搭建木框架结构，有了屋身以后，再给它盖一个大帽子，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中国建筑的体型。也因为这种基本结构，我们今天很多古代的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了，比如阿房宫。当年的阿房宫，现在在西安的三桥的考古发现里头，只发现了夯土的台基，而且呢，根本没有覆压300余里那么庞大。原因有可能，第一个，杜牧也是已经晚期到了唐代的诗人了，那么对他来说也是道听途说，是吧？其次呢，诗人好夸饰，说不定呢，在那篇文章里头就已经带有文学的夸张的手法，其实根本不是覆压300余里。其次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古人建造房屋，会不会也像我们今天一样，分为开发一期、开发二期、开发三期？它只是作为一种蓝图，表现要那个建造300余里、衔崖高筑这样的辉煌的宫殿，但实际上并没有完成。后来项羽进到咸阳城以后，一把火把前朝的这个建筑烧了一个一干二净。就是后来史书中所记载的，楚人一句“可怜焦土”，这个大屋顶和这个屋身的筑墙全部都不见了。最后在历史的烽烟里头能够留下的，就是当年夯土的这样一个台基。它向我们见证过，曾经有过，古人的建筑在此屹立过。中国的建筑很多的用到了天人合一的这样的象征的手法，比如我们说到的这个祈年殿，它的地块是方的，但是祈年殿是一个天坛，它是祭天所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古人的天地观念认为地是方的，天是圆的，所以呢，这里面整个就是在那象征，也在模拟着一种天地之道，去表现这样一种方圆的结合。今天像祈年殿这样的一种传统的方圆结合的手法，我们今天还在大量的被运用。你们看，这个重庆市人民大会堂的重檐的攒尖顶，你们看过去是不是跟祈年殿有相似的地方？而它的整个下方的主体结构是方形的，它同样也是进行了一个方圆的结合。今天你们去上海博物馆去看，它也是用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圆顶和下面的方形的主体建筑进行了方圆的结合，这种手法，受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方圆有机组合的这样一种启迪。今天我们仍然在用这些传统的建筑的元素和风格。